好，忍者来，看看苍苍羽能不能变成一个素材。好，乒乓球打起来，乒乓球打起来，哎呦，科学兄弟，来来来来，啊，失误了。啊，对，亚运会主题就要这么玩，就要这么玩，漂亮。来，好招。哦呦，几个回合，几个回合，啊，解风情啊，解风情，啊，乒乓球，大球换小球，三板前，前三板啊，前三板，玩的就是前三板，走，哎，可以。就是这么玩，国内决赛，对，叫解风情啊，解风情，就是这么玩才好玩。好，吊起来，漂亮，这个还是有意思的，有意思的。弄着弄着素材不就来了吗？好，一个下塞，一个下塞啊，月华今天不来了，今天是九五之夜，也快结束了啊，抢五的啊，撂出来，对，胜负还是要分的，火前腿啊，回身跳，回身跳，再见啊，把把卡，必杀，下招啊，胜负说来就来，素材说来也就来，力不合来，好，就这样吧。今天有没有月华？今天暂时没有啊，暂时没有。今天我来的也比较晚，今天回家也比较晚，太累了，我得休息一下。好，驾照。好，今天直接比下，有点意思了。我靠！啊，直接来比下，这都不死，会的，娘。乒乓球打起来了啊，打起来了，亚运主题啊，中国队玩的就是前三板，刚才一个正手弧圈球，刺客用的是正胶，三四五，大家有见过用深胶的吗？你们知道深胶长什么样子吗？哎，难道要这么必杀？娘，你们有用过深胶吗？啊，管你用不用过，来，兄弟们，我们豆干，豆干点起来啊，兄弟们，豆干点起来。今天都没有给大家推荐东西，啊，先不推荐，看比赛啊。好，我们看看有没有小跳，小跳，漂亮，跳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哎，拆丢丢。草地精英主要是看他的耐落，看耐落，主要是看耐落。必杀，两个必杀，对方有失误，呜、哦，穿身，穿身必杀。恶劣的克西的，恶劣的克西的。好，上泽，卡塔，穿山。啊，开始玩了，开始玩了。哦啊啊啊！巴克是你。啊，忍者，
能不能打一个啊？又来又来，兄弟啊，打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五二十一百，什么鬼哇兄弟们啊，九五的乒乓球比赛啊正式开始，一二三四，中国队前三板啊，看来刺客的技术真的是一流啊，对方一个弧线球打过来，弧线球结合快攻的打法，两批很不适应啊，一批用的是长焦，正手长焦，反手深焦，球路非常的怪。好，现在对方应对自如，刺客从未失误，哇来了，可小，孔令辉对刘国梁啊，刺客从未止步。好，打晕，追身古波斩，对，要解风情，印度女双就是来，一二，小飞多长时间后手，好，小跳，正手长焦，反手深焦，球路异常的怪，乒乓球怪人，来晚了吗？真好啊，真好，你确实来晚，刚才乒乓球没看到啊，你没有看到乒乓球。好，一皮鞋，你刚才来的太晚了，最精彩的乒乓球没看到啊，直接一个卡塔，直接一个卡塔。